我要做直播，一样跟刚才一样，集中我的精神，分泌出更多精，用大脑的潜力呢，把这个笔弄软，变软。拿笔，再确定它是硬的，先打开吗？不要那么轻毛，不要碰它，硬的哦，不要抖。对，刚刚发抖，再紧张啊！你的手不会变歪没关系。是你误会我的意思，我是笔心软。啊！啊，这样不行啊！太棒了！年轻人越来越挑剔了。哦。你看不出来，还是笔心软？对，这倒是。好，第三号好，没有了。你伸出手指都是你来做，然后要磨砂，这是我轻轻的，我要手掌放，手掌不要动。我现在睡觉了，我要回去了。我还是挺有感染的。哈哈哈哈哈哈！好吗？好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笔芯变软了，够了、哦，这样不行了，这样不行，这样越来越挑剔了，好没有？你的手借我一下，放平，仔细看，很硬，对不对？仔细看，显然已经变成一只软软的东西了。可以借我吗？再放回去。硬回来了。够硬。我比你还硬。那不能。你的手指头还有点怎么样？那手掌借我。你手掌借我。你手上不要动，没有问题，显然已经变软，它已经是一个软的，你再帮我拿一下。你可以试试看，有够硬，然后放在手机上啊，对吧、啊？然后他就笔管中央啊，一直搓啊，对吧、啊？然后搓搓就笔芯那边，笔尖那边热热的、啊，对吧、啊？然后就可以玩了、啊。笔就是硬的、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摩擦一下，之后它就变弯的，可能有特异功能。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历险。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不要怀疑，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Thank you.
这个怎么卖？这个啊，七块，多少钱？七块，也七块，好贵哦。要值的，等不了要值的。嗯。哎，这香蕉不错哎。什么？香蕉里面怎么会有这个的？是哪里传下来的？刚刚那个女的，喂，你这给我吃死人的！呀，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本来就这样的，我拿过来就。你这个觉得会吃死人的，你这个。现在是铅笔，说不定要来一个钉子怎么办？你死掉了。从上面搬过来的，自然上的山。我靠，这要是等。要是吃的冰的，这可能是卖香蕉的人弄的。嗯，算了，不要了，真是倒霉。我再给你一个好的。不要了。龙丹嘛，快两万。哥，怎么有这个？你这怎么行啊？你这会吃死人的，这还好是一支笔，一支铅笔，要是个钉子怎么办？啊，这香蕉里面有这个东西的，我可能没碰到它。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位魔性王子杨杰将出现在街头喽。利用他超人的意志力，将扑克牌上的十字反复的出现。广告后，准备大开眼界吧。下班了还要被疲劳轰炸，行吗？维他命 B 全增强体力，持续战斗力。补一力，刻补。Hello, Moto。Motorola C359 风格我独有，现在买 C350-353-359 就送吉米采科技吊饰。吉米赛赛诺，黑旋风。哎呀呀呀！哦，好冰！吃黑旋风更过瘾，一美黑旋风。Poka Lace。有50元、500元、10万元，超过10万包里面有现金，随便拿，随便中。哎，那是我的。Poka Lace 800万现金，包里有前途。健康加分，滋味满分，纯奶昔的。你的冷气健康吗？东元变频三合一抗菌防护，免疫力超强。东元变频冷气。当今皇上这么大岁数还选秀女，皇上老了不中用了，不能再选秀女了。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可皇上看了就是这个意思。大灾之年暴丰收，亘古未闻呐。皇上圣寿，普天同庆，无论如何不能让皇上不高兴，必须据实申报，云南的百姓熬不过这100天呢。乾隆王朝，明天晚上8点，卫视中文台。街头魔术秀，不用买门票，没有道具，没有豪华的舞台，在最近的距离，让你见识魔术的魅力。
现在我们的魔星王子杨杰将要求您在扑克牌上任意画一个十字，然后他可以神奇的让这个十字出现在其他的牌上面，你相信吗？这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对不对？然后轻微的放在我手上，我们把它启动，一二三，稍微格动一下，好吗？然后呢，各一半，你随便在任何时候叫停。停。哎呀，哎，哎，再来一次好了，因为分不清楚哪一段。好，再来一次，哪一段？停。这里是吧 ？OK， 我们就用这张牌来玩这个魔术，慢慢来，好不好 ？OK， 你幻想这张牌是几顶？猜一下对吧？对，想象一下。九。做错，是四顶，是四顶。而且既然你叫停的这里是四点，麻烦你拿着这支笔帮我把它打开。好的，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轻轻在你这张牌上面做点记号。OK， 那棒，带住它。吹干一下，来帮我吹干一下，吹一下嘛，吹比较快嘛。太文明，文明不大。哎 ，yes， 女孩子吹是最文明的，男孩子吹就不文明了。OK， 我们把它盖起来之后，只要把它拉过来，哎，它就粘到那个上面去了。啊，这因为这是魔术啊，它会粘到那边去啊。真好玩。OK， 把这张牌翻开看。现在是几？是三点，对不对？它又印回去了。不相信？而且我们再让大家都看得清楚这个十字，对不对？然后呢，只需要这样子，把它撕开。前后都有。十字，好不好？好。OK。那么接下来呢？吹干一下。吹一下。对，吹干一下。就这样吗？对。干了没有？好像还没有完全能干到完。OK。我们把翻过来，然后呢，很简单的方式，它就印到上面去，不觉得奇怪吗？可能是笔的关系吧。笔的关系 ，OK。为了更有说服力一点，我们把它翻过来，梅花 S 对不对？啊！这样它印回去，这样子会不会更有说服力？会不会更有说服力？蛮特别的，对不对 ？OK， 吹一吹，也许这样子不好，这样从中间把它撕断，合在一起。看看有没有问题。看的吗？拿手上看有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的头号搞笑魔术师今天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的舞台上，为您表演黑带中的鸡蛋戏法，准备捧腹大笑。要吧，You guys think you're lucky? Oh no, cha-ching jackpot. You play cards at all?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Well, that's enough.
enough. Check this out. A brand new pack of playing cards, sanitized wrapper for your protection. Double wrapper just in case. Check this out. Pretty cool. Whoops. Would you mind? Boy, that was a Kodak moment back there, let me tell ya. Party, party! Never mind, come here. Ladies and gentlemen, John and I will now perform for you something special called the famous egg and bag trick. Are you ready? Sure. Cool. I'll place the egg inside the bag, the egg will disappear, they'll make it reappear. No. Yes. Then we'll do it again in slow motion, then you'll make it reappear. Are you ready, John? It's very simple. The egg goes in the bag. You see the egg, yes or no? No. Yes. We'll give you another shot, okay? Do you see it? Yes. Ah, make sure you feel solid. Is there. Try it again. Turn your head to the left and cough. Good man. I love you, Johnny. Check it out. Okay, here we go. 用刀来切开苹果实在是不稀奇啊，用嘴来咬开苹果呢，更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待会儿刘青将徒手掰开苹果，这下厉害了。稍后请继续收看《魔星高照》。Hey man， 我有办法，让你随心所欲玩上瘾。飞利浦630330。有50元、500元、10万元，超过10万包里面有现金，随便拿，随便中。哎，这是我的耶！Poker Lace， 800万现金，包里有前途。看我的海藻树美白，够白了吧？不会吧，你牙齿都美白啊？全新黑人亮白牙膏，包含 HCS 亮白粒子，有效去。除污渍，天天帮牙齿自然美白，好清凉啊！全身都美白了，那牙齿呢？全新黑人亮白牙膏。与众不同，含四分之一乳霜，滋润秀发更柔更顺。人们都在寻求便捷有效的沟通方式。
以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现在您可以让华硕电脑引领您进入未来。华硕 M3N 采用先进的 Intel Centrino 行动运算技术。华硕品质坚若磐石。我跟神教已经恩断义绝，今天我得不到屠龙宝刀，誓不罢休。你要取屠龙宝刀，先杀我谢逊。是倚天剑，倚天剑和孙权都曾说到了。我要和你同归于尽。屠龙记，明天晚上十点，卫视中文台。这是一个充满刺激的魔术历险，当你的生活中不经意的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时，不要怀疑，魔星高照的星光已经悄悄地照在你的身上了。干啥了？你好吃的呀？那里还有啊？那我就不客气了。随便啊。你就这样吃？我没有刀啊。你不切一下吗？怎么切嘛？刀被人家拿走了啊。老兄，现在切苹果